灵手的用法。灵手在套路里只是这么一下，实际上它包含有很多种领化劲儿。一，裹节劲儿，一节就翻。二，弹拨劲儿，一拨就进。三，回勾劲儿，他截我走外面回勾，他架我走里面回勾。四，眼肘劲儿。五，摆肘劲儿。六，回带劲儿。七，提吊劲儿。提吊是蹲身，一吊就进。提吊也可以变滑掌。拧手解拿，解拗手刁拿。一，找腕儿，一开就打。夹手变金丝缠腕，变扳锤，解打。理缠找拇指，向太阳穴方向一拧就开，随即击打。夹手更凶，解顺手抓腕，找拇指向前走就进来了。外缠找腕儿，勾手就进，这样抓住直接压拇指，还可以加上拿。灵手可以解很多种拿法，比如解踢拿，一瞬就开；解双手踢拿，也叫王母拐线；解吃猪蹄儿，总之顺着一转就没了，一解就打他。灵手的要点：一，肘找肋，把力点引向自身，这样可以增大自身的扭力；二，节节放松，伸旋臂转，再加上灵活的步伐，改变力点的角度，达到使敌劲儿走空，而我已近身的目的；三，灵手是进攻的前奏，一领就打。现在介绍几个第一路的小招法：白虎洗脸、抱拳凝身加履带、开步打脸、虎抱头、抱拳拧身、收招脸、步过人、可打可摔、抱头摔，可以加上剪腿等跌法。我抱头，他搁架，勾他双手，加一个云遮月。斩定手，抱拳凝身，斩脖子大动脉，十字雕手，斩动脉。斩净手加勾净摔，一箭三雕。抱拳拧身，斩净扑脸掏心，连珠炮。抱拳拧身，惊敌重拳。抱拳加戳脚，霸王敲鼓，对付鞭腿砸血海，砸打连击，敲鞭鼓加摔，对付弹踢，
外门敲边鼓，里门敲边鼓，敲鼓打百连。定海针，刘全县瓜，狮子张嘴，八番手第一路一上来就横着走，180度的大转身，两手前后横出，让人弄不明白记忆含义。横着走只是为了表演的时候上场面对观众，其实他应该向前走，抱拳就像抱着一杆枪，迎敌而上，分心便刺，随敌而变，或打或摔，贴身近战，永不可挡，步步打的招招致命。实战性的拳法应该怎么用就怎么练，下面是改进后的练法。图中的小图是记忆含义，也就是练架子的时候心里应该想的意念。抱拳向前走，拗不拧身，扣脚争锤直抖肩，灵手偷着进步，并且无眼进步争锤。完整看一遍，把这套架子的记忆含义连起来，就是第一路的位招对练。抱拳，拗不拧身，争锤，灵手，进步争锤。抱拳，拗不拧身，争锤，灵手，进步争锤。